我原籍是金门岛，福建的金门岛，开始因为做生意没有什么经验了。那个时候当刚刚有一个朋友介绍我，说这个太兴源兄弟公司要请一位经理。我在哪里就做了十八年呢、啊？我要想自己出来发展。我们就让我就组织这个太平船舶公司。那个时候中国的风气真是好得不得了，外交部邀请我们去中国看，未来是很有前途的。但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船，他有货，所以我们在中国就成立了很多分公司。新加坡的优势，第一我看就是同文同种，第二就是语言可以容易沟通。你要一定一个脚踏实地的老老实实建立你的生意，你就可以容易做。 I feel I'm lucky. I'm not the number one businessman or number one rich man or very clever man. My only thing is I hard working. I'm very honest to everyone. Whatever I promise, I always fulfill my promise. That is my principle.